来问一下吴英老师，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一下？我的想法是呢，儿子是我们的亲生儿子，也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所以做母亲的哪个不希望儿子幸福呢？嘿，您看看，我感觉一些家庭的琐碎、婆媳的争议、矛盾，我认为的根源可能是在儿媳妇身上。俗话也说，怎么说？早得儿子早得弟，早娶媳妇儿，说早受气，没错。就是这么回事。别着急。还有一句话是铁甜豆大板抓，娶了媳妇儿不要妈，花喜鹊尾巴长，要妈就打架，打架就分家。你说这妈妈可怜不可怜？应该是唱快板的吧。所以我说家庭不和，儿媳妇儿要做过多的检讨，才能够让家庭和睦相处。您说完了。我估计今天这期节目你们得打起来啊，待会儿我得拦着你们，还没开始呢，双方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了。老话说得好，说的没有唱的好听，还等什么？来 ，Go！